功的就是娱乐，就是要健康。我是怡佩，今天是初五了，开工日。如果你现在看我们节目的今天上班族，应该也就是有点睡眼惺忪的忙碌了一整天。但是呢，开工日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帅哥要来振奋大家的精神哦。欢迎的是我们鞋子哥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接下来这位不得了，他最近的经历很厉害，待会儿要跟他好好聊聊。欢迎孟哲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孟哲。好，健康的部分当然就要交给我的好朋友营养师刘怡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开工大吉。真的，你开工头发发型不一样。对，我现在上班族啊。可是真的，有上班族的感觉。上班族的感觉，而且你开工第一天上班，对，头发的发型也不一样、哦。因为第一天上班要让自己好心情，因为通常开工是上班族非常开心，因为觉得已经赖床赖了这四五天了，然后。又要上班，真的，对，今年初五就开工了，初五就开班吗？初五就开工了，真的。我是大家体谅一下，因为我们的行业，我们没有什么放假的问题，对对对，他们什么国定假日，其实对我们这行业没有太大的完全没有，所以我们今天是做给大家看的啦，就是告诉说，你们应该收收心了哦，我们还在放假哦。好，不过那个我想问一下鞋子哥，你过年都在干嘛？我其实过年哦，就如果有工作的话，当然就真的没有办法。但是因为我老家还是在高雄，我妈是在高雄，然后所以其实如果 OK 的话，我过年就还是会回家。会回高雄。对。那因为但是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我跟家里面就是我家里就只有我跟我妈妈两个人，两个人过年其实超孤单。因为不知道年菜，你不可能。所以每一年之前每一年过年，我都会接到鞋子的电话。真假？因为我妈也是高雄人，对，然后她就打给我说要不要一起吃饭或干嘛？你在不在高雄？我说怎么了吗？她说不是。因为家里只有我跟我妈两个人，但是我妈煮菜煮了一整桌啊，你要不要来帮忙吃一下？年菜都吃不完。对，因为拜拜那个，比如说家里的习俗还是一定会有嘛。但是问题是，他那些菜在整理完之后，两个人根本就没办法。比如说两个人面对了那么大的一个火锅，然后一整只鸡，你根本就没得处理。至少要有鸡，还有鱼，还有这是一定要的。猪肉都要有，两个人哪吃得完啊？孙妈每次一煮是煮给整个部队吃的，真的。然后一去就想，天哪，这个是要吃到开工都还在吃啊？不好意思，今年要call我们去啊？真的吗？你在高。高雄对，我们可以扣一个部队，整个部队大家一起。好，就是清除年菜部队。对，开始有讲说孟哲有进行一件很特别的事，我跟你讲，他现在不只是一个专业的艺人哦，他现在竟然还是台应该说中华台北国家代表队。是中华队的选手，中华队选手，天哪！你是怎样打棒球吗？还是没有？我打冰上曲棍球。你是说 hockey 吗？对 ，ice hockey。因为我从大概十年前，我自己就很喜欢运动。然后那时候我最喜欢运动，其实还有另外是滑雪，可在台湾不行。是。所以我就想说，要找另外一个运动。那溜冰我又觉得很凉，因为很舒服。另外一个是它的速度很快，因为冰上曲棍球是。有那个统计过是所有球类的团体运动速度最快的，是吗？对，是所有的团体运动最快的，所以说对我来讲，它又很刺激，然后也有一些肢体碰撞，是，对，那我觉得很刺激，所以很爱这个运动。我不相信你是这么暴力的人，因为我以前在体育台，你知道我们在抱冰上曲棍球，我们抱最长的那一段都是他们在打架的时候，对，但是我们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他就是为了那个，他们打到那个，你知道他们打架是允许的哦。就是裁判要先在旁边看，打到好像不行了，然后赶快出去。没有，但我要跟你讲，一般人都会认为说，为什么裁判就放他们两个站在打架是允许？其实你也不能讲允许。打架的那两个球员打完之后，他还是会被判罚，还是要出场。但是还是要打得爽啊。没事，只是当下他不会马上过去拦，是因为当他们在打的同时，裁判过去拦，可能裁判被打到。没有，其实裁判有这么懦弱的。你知道，裁判有可能会被打，所以他们有一个规定是，裁判上去拦的时机点是两个人抱在一起，或者两个人倒地的时候，裁判才会上去拦。而且他们也有规定，因为曲棍球的手套很硬，是你真的要打架，你一定要脱手套。你如果戴手套直接打的话，那个非常非常危险。那我只是好奇的是说，那为什么就是不能规定这比赛不能打架呢？就像棒球，没有，你当然不能打架啊。你棒球你打架就直接他打完他还是去，不是一定有罚则，一定有罚则。但其实这个概念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说你看棒球场上也会有，比如说触身球啊，两个人冲出来，然后又过一会才会全部拉开或裁判。其实我严格讲起来，当然你这样子是不对的，也会有罚则，球员教练都会。但老实说，在球场上的这个打架也是秀的一部分。对啊，我就说 hockey 好看的点是，其实打架还是真的要打。在国外，但是不是为了打，为了秀而打。对，但我要跟大家讲，要澄清一点。你有打吗？你打得爽吗？不是每一场球赛都在打架，对，大家还是打球，不是去打架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打球，但是我打架蛮好看的。hockey 好看的是吗？打架蛮好看。我们以前在播体育新闻的时候。
Party 打架也是会把他拉出来。Okay, 不能否认，国外他们买票去现场看一部分是看有没有，那是一个部分，发泄情绪嘛。重点还有很多老板很多精彩。可是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讲说为什么曲棍球这么容易有肢体碰撞，是因为很多时候我撞你，一方面有可能是我真的是要撞你，把你挡下来；，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速度太快，来不及刹车。啊，因为在冰上啊。当比如说我后面的队友传球给我，我在看我要接那颗球，我一回头我看到你，我来不及刹车，我只能撞到。所以其实像我自己从事很多运动，反而是打曲棍球，大家看起来是这么激烈的运动，一个运动，我打曲棍球是受最少伤的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从头到脚全部包起来，没有地方露出来，我要怎么受伤？所以为了要受伤，就打别人啊。是也不会的，那人家也会打你啊。那你下次不是重点是台湾，你要在哪里练习？在小巨蛋，台北小巨蛋。你是说小巨蛋那个冰宫？对，小巨蛋那个冰宫。那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去小巨蛋那么久，怎么没看过我？对啊，我哪有？因为我打曲棍球的时间是在大家一般公众滑冰时间之后，因为我们打曲棍球是整个场。对。那你们旁边在那里溜冰，你会被球打到，很危险。所以我是等大家公众滑冰完之后，然后晚上可能都是那种11、12点才去小巨蛋练球。对，哎，那成员都年纪呢？应该都年轻的，年轻的吧，都蛮轻，都是那种20出头的。那他那个，我那天在车上，他要去甄选那一天，我们刚好是录完影，对，然后在巴士上从台中要赶回去，然后晚上10点、11点要甄选，我在车上就跟他讲说，许梦哲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从小当运动员，我最大的梦想，我觉得这辈子我也完成不了。对，就是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用运动员的身份，然后穿上 Chinese Taipei 代表台湾去，哎，那是一种荣耀，你知道吗？对。结果我讲完，他回我什么？他说：“哎，选对运动很重要。”他的意思是说，因为在台湾，因为在台湾不是，因为在台湾呢，就冰上曲棍球真的很少，可以选手球嘛，手球的，对，小木球，很冷门，对啊，你找一个运动，全台湾就10个人在从事，不选你没其他人选，悲壮，悲壮，哎，但其实我要讲，中华台北就是台湾的曲棍球队实力是真的不错的，真的吗？对，之前有几次，其实在台湾办的一个叫亚洲挑战赛，台湾都是拿第一名。是，那孟哲，你过年要做什么？今年过年应该就只有我跟我妈，然后因为我姐姐人都在国外，是没有什么重要的朋友。你说重要的朋友应该也会去拜访，然后有一些特别朋友。朋友很多，你不要他指的中央朋友是我。对啊，你干嘛讲话紧张？没有，其实仁甫也会，只是我觉得仁甫就有点麻烦，因为他是宜兰有点远。真的好，对，有点。我是在说中央朋友是他，你干嘛结结巴巴起哄？是是，他不是你中央朋友，很重要。对啊，只是因为他当面在这里讲会有点害羞。有好，有点害羞的。害羞是是。重点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因为今天是初五嘛。初五就是开工日，那开工的时候呢，其实大家就会陆陆续续啊，把那个供桌上的一些供品拿下来，譬如是什么发糕、年糕，还有春饭之类的。那想要问一下怡理，那些通常拿下来的供品，我们到底要怎么保存还有处理？因为绝大多数好像就是放在那边就发霉坏掉，怎么办呢？现在大家桌上一定很多，像年糕啊、萝卜糕这一种。对。那通常啊，以我们台湾人的习俗，就是年糕通常会在有的会在初一的时候吃。对。然后可能因为它都蛮大块，因为拜拜用，是啊，所以它可能会剩下一半。那通常剩下一半呢，以前都怎么保存？可能就放在常温下。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的年糕啊，其实你仔细看，如果有稍微有一点霉菌的话，重点是整块都要丢掉了。哦，所以很多老人家会说，哎，上面发霉，我把它切掉，然后下面留着继续吃。对，最早的时候大家都会这样，对不对？可是因为它那个霉菌其实都已经深入到里面去了，所以其实你是看不到的。对，但里面其实很多，像很多那种过年啊，有时候真的会去跑那种急性肠胃炎的。是。那其实有可能你吃到的东西都是发霉的。发霉的东西。对，包括年糕还有萝卜糕这些东西。嗯。对，所以其实现在要储存的话，其实就是最好就是储存在那个冷藏里面。冷藏。对，其实要冷藏。OK。对，然后你等一下要多久？其实冷藏大概一个月左右。就冷藏可以放一个月，拜拜完就放冰箱了。对，放冰箱。拜拜完。对。可是老一辈的人都会觉得，应该是要就是拜完之后一直放到初五才能拿下来。然后还有就是春饭，其实很多春饭就是所谓春饭就是我们拜拜的那个饭嘛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人会觉得，哎，这个白饭其实好像也不会坏掉。是啊。那事实上呢，白饭如果是放在室温下大概2个小时，其实它还是会发霉。它还是会坏掉，所以其实如果拜拜完之后呢，如果它放冷了之后，你还是要放到冷藏去。对，所以很多人他会觉得说，哎，奇怪，我海鲜是不是海鲜不新鲜啊，或是其他的肉不新鲜？那有可能是你的春饭还有你的年糕，其实它是发霉长霉的。然后还要帮大家问一下，因为每年过年之后到了初五开工之后，第一个上班族要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说，
我又要早起上班。第二个就是啊，肚子又肥了一圈怎么办？到底年糕的热量我们要怎么去计算？现在讲这个会不会为时已晚？都已经吃完了，对，吃完了，我才提醒大家，哎哎，你刚吃的东西有点……因为大部分观众也都过好几十年了，真的都是这样过的 ，OK 的。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说，真的要注意热量，都没人在听，那难怪你们身材这个……就像每一年端午节，大家在讲说肉粽热量高，但时间到了，大家还是照样吃，照样吃啊，吃到不行，年糕热量。但是提醒一下，明年可以注意一下，明年对。通常如果是一般我们甜的年糕一小块的话，通常四只手指其实这样子的面积就半碗饭的热量啊，四只手指，对，那有的不是大年糕吗？对，所以其实今年可以试着可能用一些比较好的方法，比如说加点水果啦，有的会做成甜汤啦，哈，这样可能会相对热量比较降低。那如果是炸年糕的话，其实原本是四只手指是140大卡，那如果炸上去可能再加100大卡，就变成一碗饭的热量。哎，可是你所以。除了炸年糕之外，我妈有时候会把那个年糕拿去平底锅，然后不要加油煎，煎到有点那种对那种脆脆的，哦，好好吃哦。对，我们现在讲会不会太过分？然后再撒一点点炼乳，有没有？超好吃的。没有，就是她把那个剩下都没吃完的料理再看怎么处理。对，所以年糕真的不能吃太多，就是不能吃太多。那萝卜糕也一样，通常我们会建议，如果说这时候还有萝卜糕的话，其实可以放在早餐的时候吃啊。因为萝卜糕其实相对，如果你去煎它的话，你会发现油脂也蛮高的。那通常高油脂的东西，我们建议都是白天的时候把它吃掉。了解。那因为开始开工了，所以其实也开始要活动了啦。因为通常过年都待在家里面啊。那现在活动其实可以稍微消耗一点热量。对。那你看哦，如果说你现在在供桌上有很多，比如说年糕发糕拿下来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还有春饭等等，我们今天。就是鞋子哥，还有人福啊，不是、啊、鞋子哥，还有梦哲，梦哲，看着梦哲讲人福，接下来要你就是新戏的王人福嘛，王人福在宜兰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要想，我们三个也是只有王人福才结过婚了，你还一直想他？我没有想他，你都没有听乱讲。哎，那个鞋子哥还有梦哲，要教大家如何把这些供桌上的贡品，然后拿来做不一样的料理。首先，鞋子哥，你要端出什么料理？我们今天厉害了，是在过年大年初五的这一天，就由演艺圈我们两位厨神是来告诉大家。你哪是厨神啊？你敢讲，我还不敢当。好，我要做的就是。我要做的就是年糕福袋，年糕福袋。其实中间这个只是装饰啦，没有。今天最主要要告诉大家怎么把年糕变成这个福袋。这看起来好像日本料理，很像日本料理。它其实以外观来讲也蛮特别的，然后也蛮有喜气的。就比如说你年糕真的没吃完，过完年拜拜完之后，那你还可以做成这样的料理，其实方便吃，小朋友也喜欢，然后味道也里面包的东西很特别哦。而且你其实要这样子炒菜，或者是说家里吃火锅，丢到火锅里面煮也都是，也还蛮。刚有迎财神的感觉，对，其实今年也开始迎财神，对，所以初五把这个，这个好吉利，初五上完班回来第一天，他把它摆在餐桌上，而且这你有没有这个袋子，很像财神爷拿的那个袋子，对啊，保证你那个开工马上赚大钱，因为差不多到初五就也差不多了，就含比如说年底花的钱，发红包，然后呢过年又输一下，对，初五是最穷，过年不能赢吗？一定要输一下吗？没有很难，大部分。有输有赢，所以初五是最穷最穷的，薪水又还没进来，对，所以就只能用这个来视觉上满足一下。也希望说今年可以赚大钱，对，视觉上享受很不错。对，那梦哲呢？好，我要带来的就是呢，因为既然大家已经开工了，然后呢常常也要就是出外工作啊，或者在公司里面上班，所以我想说来做一个和风御饭团，就是也不用说一直中午休息时间要在外面吃外食，也做一个健康一点的，然后呢自己在这个办公室的时候也方便食用。我觉得梦哲这看起来就是色香味俱全的感觉，但是感觉会吃饱饱。对，但是比起来我比较想要吃，我也觉得那个这道这比较喜气啦，对不对？比较喜气。那今天你这道做久一点。今天现场投票，你比较强吗？他很难，他没办法。我可以一直 talking， 没有问题。可以，这倒不错啦，因为现在开始上班族要带便当。对啊，其实中午的时候刚好剩下一些饭。没有啊，你这个很简单嘛，你初四的时候就是先量，初四先把饭团做好，再去上班嘛。初五开工就上班，然后初五回家就吃这个晚餐吃。可以，对分配的。因为你中午吃个太饱，下午上班的话又没精神。对，好。这两道料理呢，就教大家如何用供桌上的贡品来做料理哦。接下来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明星新春料理 PK 赛。好，首先呢，梦
子要先来帮我们做这个和风御饭团，是没错，很少下厨，对不对？非常少。哎，你们敢找我这一集说跟许梦泽，我自己有点惊讶，你知道吗？你就觉得你赢定了，对？不是，也不是赢定的问题，而是这个人他基本上是不下厨。我也从来没，我有看 FB， 所以他有可能今天是黑暗料理。天哪，很恐怖。不是，我平常会下厨，但我都煮一些很简单的东西，泡面之类，水饺啊，水饺不算下厨啊，水饺就是东西丢了，泡面或者是做，我自己喜欢做 omelette。好，对，现在我们赶快来介绍一下和风御饭团用的食材有哪些，包括了有蟹肉饺一包，蒜头适量，酱油两匙，白饭两碗，鸡蛋两颗。猪脚肉100克，香菇适量，香菜适量，酱油一匙，盐适量，以及胡椒粉适量。其实看起来感觉不难呢，而且营养好像蛮均衡的。对，而且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轻食类的东西，就比如说三明治，然后或者是饭团类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外面工作，真的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这样吃，所以就刚好比如说开车的时候，而且你运动完了之后补充热量，那个也很方便。对，而且再加上我自己在控制就是体重，所以有的时候太丰盛的一些东西，我反而会不敢吃。那这种东西就是比较简单少油的，我会比较常吃。好，那我来看你怎么切。好，一开始先拿。你会切东西吗？会。会哈。然后他们问我说，切东西有一个原则，我说。小心哦。知道，我这个知道这个原则，就是把手指留住就好。就是要用猫手，对，你就是不要切到手就好，其他都可以。好，加油。厉害哦，厉害哦，都没有切断哦。有啦。有啦，好。有啦，还是有切断的。好，先把蒜头切成一片一片的。对，然后等一下再。哎呦！我觉得上班族现在应该很开心，因为今天第一天上班，应该是心情超不开心。然后现在看到这个，笑，哈哈哈！这个人切东西竟然这样。对，这样说，天哪！竟然找一个厨艺比我还烂的人上节目。哎，可是表示你勇气可嘉，对不对？好。哦，现在要蒜头切片之后，再把它切再小片一点哦。对，再小片一点。蒜头切丝，现在是切丝了。哪有人蒜头切丝会切丁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切完丝再切丁嘛。嗯，对。好，来哦，蒜头切丁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看帅哥切菜，就是觉得有一种不知道疗愈。哦，厉害哦。这样子有吧？有丁。有丁，切成丁。哎呦，不错哦，不错哦，这个有像。还可以片片，有了，我只是动作比较慢。小手小心哦。所以你现在运动员呢？你所以许梦泽平常你在家里如果吃东西都是有人会帮料理给你吃。有人会料理吗？有啊。谁啊？会有专人料理，就是我妈。哦，你妈。对。妈妈好好，对不对？许妈妈。因为我妈真的还蛮会做菜，乱 Q 一通。然后这个蒜头切好之后呢，再来切的就是，哎呦。我差点把旁边的酱油打翻。你要切什么？接下来切香菇。香菇。对。好，我们来看许梦泽表演切香菇，厉害了，要这哎，他知道要把地壳去掉，好棒棒哦。对，要先把这个去掉。厉害厉害。所以如果是你妈妈在做菜，会在旁边看吗？有的时候会，因为其实我一直想学，但是就像有在做菜的应该会知道说。有些人他可能不是那么常做，但他至少他的观念清楚，知道先加什么，先加什么。哦，了解。但我看了半天之后，我发现我是完全没这个观念。那你近期吃到最好吃的手做料理，别人做给你吃的是什么？手做料理就是亲自做给你吃的料理，对，就料理给你吃。对，不是外面买的那一种。牛肉面，妈妈做的。我妈妈做的，妈妈做的牛肉面。对，好。哎，是需要切一块一块吗？要！我想一下，太快，是让我想一下嘛？为什么这么严格？不要那么火爆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不是哈气场，好不好？我们不是冰上聚会。听说你吃东西很挑食哦？对，我小时候非常非常挑食，就像我小时候我很喜欢吃肉，基本上以肉类来讲，我是完全不挑，什么肉我都吃。对。可是以青菜来讲，我只吃三样菜，高丽菜、花椰菜跟空心菜。空心菜。对，而且吃，比如说高丽菜的时候，我就一定要培根炒高丽菜。而且培根最好比高丽菜多更好。不行啦，培根太油了啦。那因为我很喜欢吃啊。OK。然后再加上高丽菜，我就希望一定要炒沙茶酱。啊，好油哦！你看伊丽在笑。空心菜炒沙茶酱。你是想要空心菜炒沙茶酱炒牛肉吧？对，牛肉或羊肉都可以。真的哈。对。好，你现在做什么？
好，这个够，不行，我带你切香菜，切香菜。好，切香菜，切香菜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看许梦哲表演。切菜表演。切工，切工，好不好？很难得哎，真的很难得。我认识他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做过料理。对啊，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我没有看过他拿刀哎。他 FB 上都是拍一些风景什么之类的。你不要说 FB 了，我连就是我们认识十几年了，我都没见过。没见过他拿刀。你不要说很难得，我觉得也有很难得有制作单位敢找我来，然后旁边没有老师帮忙的。因为以往知道我不会坐在旁边，会有一个老师帮忙，然后我今天来的时候，我说，哎，那个教我的那个老师，他会稍微帮忙一下，他说不会啊，就完全靠你。我说随缘啊，我们就是随缘的。对啊，而且重点是，因为你要来，所以我们就找茄子哥来啊。对，因为如果找一个，比如说 Jackal， 哎，你切到了。他切到了，没事啊，只是你等下吃香菜可能会吃到手套而已。哎，好恐怖哦！好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哎，你现在中华队香菜够了，不用太多，不用太多。哎，真的，你看，哎，等下没有切到手吗？没有切到手啊！你切一下，是真的没有切到手。因为你现在是中华队的好不好？我们这样，我们要对守门梦泽，我们要对国家负责。哎，不要这样子。OK OK， 好，没事，对不对？好，没事。其实我们不下香菜没关系啦，对啊，有香菜吃香菜好像好。不瞒您说，你白饭捏一捏给我就好了。你们大家怎么现在都这么好配合啊？对，就不想你切到手没？白饭也蛮营养的。接下来怎么做呢？接下来就是呢，先在这个平底锅先加一点点的油，是，然后先拿热锅之后再把这个刚切的大蒜放下去，先爆香。好，大蒜先放下去爆香，你要找什么？没有，好。我刚找一下，再找一下那个油。你在找大蒜是不是？对，没关系，你就直接把大蒜放上去。好，来哦，大蒜，先来给它丢下去爆香。爆香，这已经笑到快不行。真的，爆下去爆香。然后等到香气出来之后，其实我们应该趁现在问他一些有的没的。对啊，不要让我分心。好了，香气出来之后呢？香气出来之后呢，再把这个蟹肉脚，刚刚说要准备的蟹肉嘛，对，蟹肉放下去。哦，蟹肉脚放下去。对，而且我以为你是用蟹肉棒，你这是真的用蟹肉脚。对啊，既然自己做，就真材实料一点嘛。真的，料多实在。那干脆用蟹肉包饭，要不要？用蟹肉包饭，帝王蟹的蟹脚肉。那我没有办法凝固啊，没有办法把它成型啊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，有概念呢。还是多少有一点概念。真的哈，好来。然后蟹肉熟了之后呢，就先把香气出来，香气出来了。你要什么？有香气。我把蟹肉夹起来，我把蟹肉。哦，你要把蟹肉夹起来。不是，他把蟹肉夹起来。我没有东西夹。后面呢？后面一大堆筷子。后面有筷子。天哪，我突然觉得我很会料理。先把刚刚的蟹肉呢，先夹起来。好，把蟹肉夹起来之后呢？蟹肉夹起来之后呢，再把所有准备这个绞肉。对，绞肉要干嘛呢？绞肉倒下去。好。所以他用了蟹肉的，你等于是说你刚刚蒜头跟蟹肉爆香出来那个香味还留在里面哦。对，没错。用那个香味继续炒绞肉。对。所以它的味道会更丰富哦。它其实虽然是个预饭团，但好像也蛮搞纲的。对啊，我有预饭团就捏一捏就好了。它那个馅料蛮多的。对。好，炒一炒之后呢？许梦超可爱。在，我不要笑死。你在想的当下要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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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炒一炒之后呢？许梦超可爱。在，我不要笑死。你在想的当下要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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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？白饭还有酱油。倒下去，许梦泽。白饭跟酱油倒下去，我不相信你这个画面可以用。我们可以全程播出嘛？包括刚，包括他刚刚在干嘛？不要剪接，很可爱啦。啊，好可爱哦。对啊，过年嘛。哇。把饭倒下去之后，但有一个重点，因为有些人拿那个锅铲会一直去压，但不能用压的，不然这样子饭会，就是用边，就是慢慢搓，把它搓开。OK， 所以它是炒饭的预饭团，对，有点炒饭。它的饭就不是原本的那种，就是寿司饭那种的，它是饭会上色，就对，会比较香。然后之后再把酱油倒下去。好，加一点酱油，你倒一点进去。许梦泽，你现在有很紧张吗？现在我就觉得 Let it go。Let it go。对，倒点酱油下去呢，上色，然后也顺便再让它增添一点味道。我真的要全程播出这一段，不要剪掉，不要剪掉，太可爱。为什么？太可爱。你在那种虾尾，然后嘞，然后再把刚刚切的香菇。哎，你为什么香菇没有先放下去爆香啊？哎呦，很简单的一个原因。什么？你忘了。后面炒一炒，看着，哎呦，
香菇还在那里，没有，所以就是香蒜，香菇跟那个蒜应该是要先下，对啦，先下之后先爆个香，然后之后再放肉下去炒，炒完之后再放饭，对，步骤是这样子。鞋子哥，你今天好优秀，你上次来的时候都不是这样，没有啊，我因为你跟他比起来，你就变成超厉害，没有，我概念是 OK， 只是我真的很少，你知道顺序就对了，然后炒一炒之后呢，先，然后嘞，炒一炒之后要准备。要把那个蛋打下去了。现在打蛋吗？请问者，后面再打蛋，不然你一开始打蛋的时候，蛋不是就焦了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怎么样？你为什么每讲一段话都有心虚的？我看起来没有很正经吗？因为梦哲，你那个蛋是要先打散。对，要先打散。他要把蛋打进去，他刚意思是要把蛋打进去。你现在打给我们看。不是，我是要打散之后再把它倒进去。我的意思是这样子。我以为你要直接把整个蛋倒进去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。对对对，你那样就会变荷包蛋，荷包蛋御饭团哦。这整段又有直播好了啦，到底在干嘛？黑暗料理，黑暗。对啊，很可爱。我觉得看那种不太下厨的，只会煮水饺的男生，因为一般的节目看太多太厉害了，啊、像人府什么都太厉害。我们这节目就是要看看我们这种，就是比较那种不会，比较不会的，也是一种乐趣。而且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就算你真的不是很会料理，你也可以下。怎么这么多蛋壳啊？一大里面一大堆蛋壳哦，各位，跳出来，我们两个等一下会补钙哦，真的。而且重点是上班族，你看到这一段，你上班就没有怨气啦。你今天周五那个初五就那个开开心心的开工，你看许梦。做成这样子，你不觉得很开心呢？做成这样还有自信来上节目，我觉得蛮好的。好，来倒，好来看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他要倒下去了，倒旁边干嘛？对，不是，你不是要把它混在一起？因为我要混在一起，可是就你要让饭粒，可是直接倒上面吗？对啊，对啊。是这样子吗？不然呢？你要做蛋包饭哦？不是，因为我之前做的是，他倒不，他这个是咖喱饭的概念。他以为他要咖喱饭，不是，因为我之前倒的是倒下去之后，先把它炒到半熟之后，再把它整个拌在一起。没有啦，就是直接倒下去，直接倒下去，像黄金蛋一样。因为你要让饭粒粘住蛋汁，直接倒下去。对，好可爱哦。其实他刚刚也是另外的做法，对啊，就是把饭炒完之后放一边，对，蛋放进去之后，锅的另外一边就是像蒸蛋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是要不要吃那个蛋随便，那就这样上桌，想吃的人就吃，不想吃就拉倒。我知道创意料理啊，我帮你讲创意料理。我不知道制作单位等一下怎么去处理这一类东西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跟你讲，炒完之后呢，就会变那样，对不对？你刚刚在外面炒的，对，棒，就会变成这样子。是，其实。对，看起来差不多嘛，蛮像的，蛮像的。好，然后这样子之后呢？怎么判断？接下来你要完成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就是你要把它弄成饭团。对，没错。你会吗？会啊，会啊。好，来。这个没有，这个就没问题了。这个没问题哈。对，这个就没问题。来，这个。我把它收到后面，弄得超可爱。好，来哦，怎么弄呢？怎么弄？我这个要用小汤匙。用小汤匙。对对对。好，接下来他就拿出了一些模型。看你要爱心星星，心好厨男，对，心好厨男，哎呦，还会滑来滑去哦。而且许梦哲也是五五六成员里面最年轻的一个，对啊，他是，但是却被一直人家说是老的团体。不是，那都是你们在拖的啊，对，被我们拖累，你们在拖累。他是真的很年轻，因为我们其实差蛮多岁。因为你们那时候出道的时候他才十几岁，十七岁。那时候训练的时候15岁，你们差几岁左右？我大他7岁。对，7岁还好吧？对啊，都是你们那边拉高平均值啊。对啊，好，然后现在装好饭之后呢？好，装好之后呢？装好之后呢，就把它压。压成，这一段一定要播出。为什么他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跟你讲，他这个的功能就是这样，你就嘴巴先张开，张一压，这里就出来，就直接往这里进去。好，这个模式，因为他刚好，好了，反正就把它压，对，压密压密，好不好？压密压紧之后呢？许梦哲。压好之后呢，就这样子。估计到了，可以啊，很厉害，完成了一个，看起来很厉害，看起来很厉害，那个模具很棒，这看起来是很厉害。然后呢，也可以假设你想要再多一点料的话，其实刚刚炒的那个蟹脚就可以再放在上面装饰。好香哦，好，就成品就在这里啦，没错，就在这里。哦耶，这样子的一个饭团，其实它用炒饭的概念是做饭。那以理帮我们分析一下营养成分。因为他其实今天蛮努力的啦，好，
那如果营养成分来讲的话，因为他自己本身不喜欢吃蔬菜，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蔬菜加的比较少。对，然后最后香菜也忘记撒上去。对，所以如果是用这一道做料理的话，我建议可以炒一点高丽菜下去。你不是爱吃高丽菜吗？高丽菜跟炒饭，把它完全当炒饭。对对对，把它当炒饭的概念。又有脆脆的口感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菇类，所以我就想说我加的是菇类。对，也不错。然后另外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减肥用这一道，因为它是开工了，你总不能带着肥肉去见你的同事。对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用这一道的话，我建议如果是女生要减肥，你可以把它放冷。哦，对，放凉了冷饭，那冷饭之后它会变成抗性淀粉会提高，然后 GI 值会下降，所以它反而它的热量吸收率就没这么高，所以反而是减肥很好的一道料理。那如果是小朋友的话，如果开始上学了，开始要干嘛了，去补习，那其实我觉得这道热热吃给小朋友吃也蛮好的。了解。所以其实冷饭就是真的是减肥这样子。好，也很适合运动员吃啦，哈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要换今天跟孟哲比起来，他算是厉害，换鞋子哥上场喽。鞋子哥今天要帮我们做的是呢，福气满满，然后呢钱财满满的年糕福袋，怎么做呢？赚大钱，而且呢，对，看完了孟哲之后，我突然觉得站在这里信心大增，很有信心的，突然觉得自己超会料的，真的真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要准备什么食材，包括了有肉片三片、年糕条三条、豆皮三片、酱油二分之一大匙、味淋二分之一大匙、糖少许，还有韭菜少许。对，这个调味料什么其实都已经弄好了。然后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还是要准备像这个豆皮。对，豆皮。我们一般在做豆皮寿司的这个豆皮，它有卖那种一整包。是。然后其实它也不用再煎再干嘛，因为它已经很好用，就是买来之后它就已经是一块，然后已经有切一边的状态。哦。所以其实你的打开就是一个回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打开。对，把它打开，要慢慢的哦，因为太用力它还是会破的。把它撕开就有点像福袋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。如果你在家里面呢、啊，就亲子或者是情侣就可以负责一起打开，做什么这样，你就把它弄开这样子就好。对，好。对，然后另外的部分呢，就是韭菜呢，就是要把福袋绑起来的绳子。哦，了解。对，它就是福袋绳。是。那韭菜要怎么做呢？你也不能切，其实就是整只、整把、整把给它丢进去。对，把它丢进滚烫的水里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先从尾巴。你好棒哦！果然是有那个概念。先从尾巴，因为这边很容易就会熟。对，对不对？好。那让它下去滚下去煮了之后呢，让它变成熟了之后，它就会变软。软。但是因为韭菜的韧性还蛮强的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好，那你年糕从供桌上拿下来，年糕你要怎么处理？供桌下来的年糕就让它滚一下好。供桌下来的年糕基本上呢，你还是要先把它蒸软。对。好，蒸熟蒸软，然后变成一条一条，有一点软度，但是又有一点 Q 度的感觉这样。那因为像这个是我们有特别在上了一层油。是，因为年糕有时候会粘在一起。对，你如果不想让它全粘在一起，其实可以稍微一点点油，这比较像，我觉得是比较像韩式年糕哎。而且这个是通常在那个年夜饭会准备那样丢火锅的，对对，丢火锅用。那你如果没吃完，就可以拿它来用啊。如果说你是那种比较中式一整块年糕，其实也可以，也是可以，把它切小块的，对呀，对。然后我们呢，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圆圆的哈。对，那厚度其实基本上就是你们自己去斟酌。对。我是大概都抓一个差不多0.5公分、0.6公分。嗯，因为我家里有老人家或小朋友，其实可以年糕可以把它切成小块小块，以免割掉。因为过年其实最常会真的要跑医院急诊的，就是那个要不就是吃到发霉的东西，对，要不然就是吃到噎到。过年其实最常会真的要跑医院急诊的，就是那个。要不就是吃到发霉的东西，对，要不然就是吃到噎到，比如说像鱼翅啊，或者是年糕。你是说鱼翅吗？鱼翅也会啊，鱼翅。哦，鱼翅哦。刺我是想说鱼翅不都是没有？吃鱼翅噎到。对，因为过年会吃整条鱼啊，对，然后平常比较不会吃整条。对，了解。好，那你肉片怎么处理？肉片的话，其实就是猪肉的肉片，对。但是我还是建议啦，就下去炒之前呢，还是就是把它稍微。就不要让它那么大一块，对，也是小小的。但其实有时候炒一炒，它就会比较散，对，就 Q 起来，哈，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步骤呢？鞋子哥告诉我们怎么。下一个步骤很简单，因为我们刚刚调味料都已经放在这个地方了，所以其实就是炒锅，先把锅子热好，热好之后呢，把肉片放下去，倒一点油，肉片放下去炒，对，再把年糕放下去炒，是，然后再把酱油、味淋还有糖，最主要的是这个二号砂糖。它其实丢进去之后，整个炒完之后会变得有点像
日式的酱烧的感觉。哦，真的、啊。对，那甜度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自己调整了、啊，就看你自己喜不喜欢。所以你要用的是二号砂糖，因为通常二砂是拿来做甜点用的。对，二号砂糖。因为二号砂糖会有一种特殊的香气。对啊，所以你希望它有取那个香气，带一点甜跟香香的一个味道。那甜度就基本上就是自己去弄，不要太甜啊。对啊。炒完之后呢，就会变成像这样。厉害了。哎，炒完之后就会像这样，其实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对，其实是真的很好吃，它味道很好。对。然后肉也炒完之后，因为它会缩水嘛，就会变成只有这样子大小。不要忘了，因为我们要放进那个福袋里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炒完会变成这样子。这道我现在马上就想做哎。好。所以这样弄完了之后，再来就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最重要的步骤来了，就是要包了。豆皮拿出来之后呢，先把这个拉开。嗯。然后呢？其实我觉得以大小来讲啊，大概放个三个小年糕，一个肉片，其实就已经蛮足够的。嗯，没有，因为你不能包太满了，包太满也绑不起来。对啊，比如说像这样子，我就把它放进去。对，放进去之后呢，然后就直接拿韭菜来绑，但要剥一段下来。对啊，对对对，你就把它切，对，剥一小段下来，剥一小段下来。绑真的就要技术了，绑就没有那么容易。好，我是觉得可以放着啦，如果你不太会的话，直接放着，然后像一般的打结就好。然后记得韭菜也先不用切，嗯，以免太短啊。对，你可以绑一个蝴蝶结吗？可以哦。你为什么为难他？多的，可以哦。绑双结的那种。如果现在再跟你说想要料多一点，你会不会想揍人？我觉得这料很太少。就下一个啊，就下一个再做。哦，哎，很厉害哎，他打一个蝴蝶结耶。打一个蝴蝶结。但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破掉，但是那长度的东西其实后来它就是美观的问题，你也可以把它修掉了。你怎么觉得这好像是我们去日本神社求到一个什么牌子？平安符袋。对啊，你要当福袋也行，要当平安符也行。很可爱。那鞋子哥刚刚已经在外面做了一整盘了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成品哦。哦耶！这个福袋就满一点。对啦，其实就看你要塞多少啦，你要塞别的东西进去也可以。那韭菜的部分，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有那种长短边的，你也可以把它修掉。了解。以美观来讲，是啊，或者你要多绕个一圈，把它绑短一点，也是可以啊。好，来一起帮我们分析一下。营养成分，我觉得这一道啊，真的是因为初五哈，家里一定会很多年糕，那年糕真的不要吃太大块，小块小块吃，它刚好塞进福袋刚刚好。那如果除了年糕之外，其实里面其实可以装各式料理，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像豆干也都会都会剩下嘛，对不对？绞肉啦，炒一炒啦。然后其实都可以塞进里面，其实它是一种芹菜味的感觉，对，一种芹菜味的感觉。然后它其实它今天这一道菜做的蛮有营养价值，因为豆皮其实我们在讲了它是豆类的部分，然后炒了蛋白质的肉类，然后放了淀粉的年糕，所以其实它这一道还蛮营养价值还蛮高的哦。对，然后又可以芹菜味，所以过年其实已经差不多到初五的时候，这一道倒是真的是晚上可以把它准备起来。而且重点是你那个年糕剩下，如果你赤裸裸放在那边，你叫你家人吃，你吃给我看，我才不要吃，因为就没有味道。对，但是你把它藏在福袋里面，里面又有各式各样的味道，放进去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藏起来看不到，你就会吃下去。而且过年也会有很多白饭吃不完，对，吃不完其实也可以做醋饭，对，这样子加工完之后就不会有那种吃剩菜的感觉，对，就觉得好像变另外一道料理，对，皮寿司这样。所以妈妈们真的要学起来啊，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好像每天我们都在吃过年的剩菜剩饭的感觉。对，豆皮什么都拿来运用多好啊，也可以做成豆皮寿司。了解，好。所以今天呢，鞋子哥带来的年糕福袋 PK 的是孟哲的和风御饭团，到底谁会获胜呢？马上试吃喽！好耶，试吃的时间到了。耶，那想先吃哪一道啊？不然先吃孟哲好了。先吃我的，先吃我的。我就觉得孟哲这样一路波折的煮这道料理，最后还可以呈现这样，有没有？很厉害！来来来，先吃吃看孟哲的，应该是不错啦。哎，好吃哎，好吃啊，对啊，很香，真的吗？而且我觉得你香菜加对，对，因为香菜会去提那个味道，多了个香气，而且重点是不会让那个饭感觉太油，好吃，猪啊肉啊蛋啊蟹肉都喜欢，它调味还蛮单纯，它就是用酱油而已，对对，而且它也没加盐巴，最后，
因为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是味道是很简单的，不喜欢太复杂的。嗯，不见得要变成饭团啊。嗯，其实就直接这样炒饭就好了，就好了。因为这个是明天带便当。对啊，对，这时候带便当。对，没有，你不能这样讲，因为你说你不能一，你说你不要一步一定要变成饭团，那你刚刚孟哲最后最厉害就是压那个东西，我唯一成功的。对啊，这样怎么可以？唯一成功的就这个压东西，那个还碰出来吗？那个你可能在路边拉个幼稚园的小朋友，他都可以。我们要给他一点信心，好。所以今天现场我们才没有请小朋友来啊。他们说，哎，这个我会啊，这个我来就好了。真的好，接下来呢，来吃吃看鞋子哥的这个福袋。哦，这个好吃哎。我们两个是很饿，是吗？这个很日本味哎，日本料理，嗯。因为豆皮寿司的豆皮本身就已经很好吃了，嗯。然后再加上豆皮是甜的嘛，嗯，对。然后里面呢，就是看你那个日式的酱料用到多甜，然后咸咸的，嗯，又有肉，对，然后又有年糕的口感，嗯，对，哦，哎，这个几个可能就饱了。对啊，那我觉得就吃两个，女生应该吃两个就饱了。那你里面福袋的东西再多塞一点的话，嗯，可以再多塞一点。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是有层次的，外面是甜的，然后里面是咸咸的，然后重点是年糕 QQ 的，超喜欢。而且它年糕是有入味的，对呀，那个酱料是有入到年糕里面去的。哎，这造型真的太讨喜了。对，因为我是在想说，如果把那个韩式年糕换成我们现在的那种有点咸甜咸甜的年糕，那应该是另外那个是另外一个味道，对。而且男人还可以多吃韭菜，哎，是吧？对，是吧？男性还蛮高，也要用得到。开工要开工就对了，要吃了就用到。吃了又用到，接下来呢，我跟怡女就要投票了，到底今天孟哲跟鞋子哥的料理谁会获胜呢？你心有所属了吗？对，我也是。三、二、一。三、二、一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超有默契的，超有默契的，二连胜。其实不是你们刚刚在前面吃那个饭呢，不是也说很好吃吗？我们都是这是我们一贯的说法。没有，你的没有不好，对了，是我的更棒。对，哦，有没有？我必须要说，因为我觉得饭团蛮多艺人都会做这个饭团，那妈妈也能够想得到把饭用来做饭团，但妈妈可能想不到的是说我们要把年糕包在福袋里。我光是觉得这点创意就可以加50分。对，因为其实把你一般也不会想，你只顶多就是把它变成豆皮寿司。对啊，但你要把它想象说它变成一个福袋的造型，老实说。在家里面，然后就有小朋友在的时候，过年期间这真的都还不错。而且重点是因为财源广进嘛，像是那个钱袋一样，看起来就开心，心情开心，对啊，喜气吉利啊，感觉吃了今年就会赚大钱。对，这道菜其实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可以塞在里面，嗯，就是你家里有的东西剩下炒一炒，炒一炒把它塞在里面。对对啊，那这一道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过年都是吃很多炒饭啊、米糕啊什么的。可能吃到现在，可能还是就会有一点，会有点小小的腻，对对。但是其实炒得很好吃。鞋子哥这道是令人的确有惊艳感，对，而且要恭喜你，你上次来你也获胜，对啊，然后你这次来也获胜，等于是二连胜。但我们今天派的对手太弱了，今天我根本是我胜之不武。其实我刚有一点小小的挣扎，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要投孟哲，因为要鼓励他以后做菜给你喜欢的女生吃。其实你知道我已经瞧好了。怎么样？这个节目未来我会拿到一个十连胜的佳绩。你从哪里瞧的？另外八胜，因为另外的八胜都是要跟你来。OK， 没有那个人主会做菜吗？人主很会啊。哦，真的？他是会可以做一整桌，他是会那种就是拿出来像国宴料理。那如果要维持你连胜，就不要发他了。我不会跟他上节目。OK， 最后呢，今天是初五开工了，那两位一样跟观众拜个年，还是过年嘛？好，那在这里呢，祝所有就是娱乐的观众朋友，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吉祥如意。哦耶，吉祥如意。鞋子哥，鞋子哥。其实我每一年拜年讲的话都差不多，因为我觉得一年又过去了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一定会有让你觉得很开心、很快乐，或者是很伤心、很悲伤、很难过的事，全都过了。对，把难过的化为力量，重新迎接新的一年，把快乐的留在心里面，来面对所有的失误。新的一年，一切就会很好。谢谢各位。耶。身体健康，对啊，很有健康，什么都没有。真的，也祝大家开工一切平安顺利哦，哈！谢谢大家收看。